Deja vu. I've just been in this place before. Higher on the street, and I know it's my time to go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摩君啊，今天呢来直播，很多人记得吗？然后今天有小火鸡，还有小鸡，还有草爷，还有什么草爷？然后到来讲 PK， 然后怎么打？然后我们就来看吧。新场子，很开心今天大家的到来哈、哦。今天是我们篮球场子的新办办公的总部，新店加盟店的开幕。那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，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活动让大家一起参与。大家有没有同期待的感觉？有。好想看战斗，有期待的感觉吗？听到不好意思，我是老师，没有，今天完全就是讨厌的场子，然后我只是刚刚说我只有一点效用而已。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发现这一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让本汤过一下，让本汤过一下。有没有发现这间店跟一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放进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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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进去。好，我们今天算是全年到期的，但是没有，因为已经算是我们运动那些的全年已经都到期了。那我们接段的活动，那有看我们文宣的朋友有没有？还有想要标价超老师的有没有？有奖，来喊喊价喊价，500有没有看看？500万星。太阳一样，100块起标，阿俊，有没有人要起标？500一个，600，1000，好，1000，手上都往1000加，有没有比1000高的？重量级的，我们的新船员，大家，没有掌声啊！哎看到他的实力绝对是小于他的运气的，但是就是因为他是新船员，所以我们的订阅数马上增加到100万了。我们船长在后面，他的运气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现在现场我们看到上尾船，而且要这样。来，我们跟东娜讲解做他的招牌动作，我们数到三一起喊四个船长，来，1、2、3。草爷驾到！哎，我们有猴西哥，你们知道这件主题，这件其实是有主题性的故事馆，对，它是故事馆啊，很厉害哦！你怎么知道是故事馆？有看到上面都有写，上面都有写是不是？然后这一面是我们的打卡墙，大家以后有过来哦，打个卡标记我们，我们就知道你来了。我就会反标，对，我们把你 IG 会反标回去，好不好？想要冲人气的，尽管标我们。有道理。通常火鸡哥的限时动态，他只要一波上去，最少会增加500到1000的。女生吗？是女生吗？啊，女生吗？你有加过几个？忘记了。你刚刚标的限动，你加过几个女孩子？啊，很少，很少的，就大概就一个吧。谁？同学。你同学？对。他们呢？我跟你们大家讲哦，现在有点热，因为人都聚集在里面，它冷气送不了那么多的冷气，所以你们要保持你们的，对，不要脱水，好不好？要记得多喝水。
这个现场的观众呢，可不可以帮我呼喊一下我们三位流浪在外的团员？战神俊、超爱甲、多纳奖。好，可以准备回来这边喽。被丢火丢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好像出货了，哎，回来了，等出货了，没出货不敢回来。哎，帮我们呼喊一下他们好不好？战神这超爱甲多纳奖，等待哟。不要这样，你不要一直出力气，给他们一点空间。真的帮闷子，阿大俊的帽子。很猛，这块，哔哩哔啦，哔哩哔啦。超爱讲，超爷，超爷，超爷！我在学校拍照的时候，都嫌你在想嗨。真的吗？阿俊，战神俊，超爱讲，超老师。我们先一起呼喊阿俊好了，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，战神，战神俊，战神挑战赛，可是他是现实的，那已经是我的。也有住民间啊，南投民间的拍手，还有我有太阳的温暖，蔡哥的风。好，规则是这样子的，仔细听好。蔡哥的记，我们现在在场的，你不管你有没有看到我，你在机台后面听到我讲话的，在场的所有观众，你们都可以一起来参与。对，我们比赛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在15分钟之内，只要你夹出来的商品，我们会拿回来称重。那重量最高的，我们就取前三名，我们会有奖金的颁发。那奖金我们在文宣上面有写，第一名高达5000块奖金。没有看到，不算。奖金在哪里？看到吗？不要闹，主持人快点，赶快说规则。奖金已经准备好，所以有听到吗？有。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来都可以参与，你们就是。夹出来的商品，我们在15分钟内夹到你觉得够了就回来称重，最重的那个就是我们第一名，然后我们取前三名，都懂了吗？懂了吗？懂了吗？好，等一下啊，是所有参与的来的观众都可以参与，对，现场所有观众都可以参与，没有总重，我们回来称重量，假设你夹10样商品，都回来称10样商品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不懂的？有没有不懂的？来，我的台里面都有放1000块，可以去抢我的。现在可以公开这件事。好，我的手机现在设定15分钟的时间，那我按下去就开始了。比赛现在开始。老爷，老爷，我刚才看到有一台机台，然后怪怪的，加夹子。好，时间到，那你手机不拿出来给大家看，看到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这样默默的走开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告诉我比赛，时间到，来，快乐乐，还在夹的，赶快回来哦，我们要开始称重量喽。来，刚刚有谁有夹到的，要不要先举手，我看看。我要求我啊！要求，台主，台主是输还是赢？台主输，你们都那么厉害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让我解释。为什么会夹娃娃？人家教。不要这样说，所以爷爷我只有一点面子嘛。他也是玩一点娃娃机的啊。你们为什么会夹娃娃？看了《含羞草日记》。可能刚刚没有人补啊，刚好只剩一个，有人在一直逼，关到累了。嗨，战神俊。阿德，嗨，我在 FB 直播。在 FB 对。现在有很多人在干嘛？现在目前就一人。他很想讲话，他敢想。好，你讲，你讲。太感谢了。就这样，你要会送你的车吗？哎，不要紧张哦，价值比这更高的还有在后面，真的是。可以坐佛西哥的马扎拉蒂吗？会送吗？在我
还有，不要急哦，来，不要急。好，现场有没有想要拍的？好，现场有没有要拍照的？那这里直播也是吗？